我就买着开学用的笔，用不着全家上阵吧。学习用品很重要，我和你爸得替你把关。哎，爸妈，我喜欢这。走走，这店里东西不行，咱得货比三家。咱来这儿干嘛呀？看看，没准能碰到好货。我要这个。这怎么卖呀？五亿锤星币，这个玩意儿值五亿，不要了。慢着，要是诚心要五毛。爷爷肯定没好货，不要了。够了，一支笔而已，用不着这么折腾吧。别嫌爸妈麻烦。做父母的当然是想在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。对不起爸妈，我错了。既然到处都买不到合适的，就只能把咱家的传家之宝给你了。传家宝？快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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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祖传破毛笔。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却要秃头？我恨这个世界。怎么自己动了？这么牛，全部出动，最大火力输出。大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我还会回来的。传出最牛，传说偶像。你说儿子看得出那笔是咱垃圾桶捡的不？能写不就行了，干活去还得给儿子交学费呢。